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观自在菩萨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海边黄金海岸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修行不离开我们的身口意，我们的身体绝对不要去伤害到别人或其他众生，包括别人国家财产。所以身体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乃至呢不邪淫。那么今天不但不邪淫，还断除男女淫欲。我们的嘴巴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不骗人，不骂人，不背后讲是非，不讲没利益的语言。我们的嘴巴讲真实的语言，讲柔软好听的话，恨不恨？不能讲不好听的话啊！我们嘴巴绝对不去讲别人的过失。我们的嘴巴要讲话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这句话对对方有很好的利益，可以让他快乐，可以让他学佛，我们才去说。那各位这样听你知道哦，但是你要去做，故意要去练习，要去练习。以后你们可以骂我，师父你今天讲话不甜，你
你要准备一个巧克力给我，我要改变了，我要讲话甜甜的又好听，你骂我可以，我不骂你了，现在请徒弟骂我，我不骂徒弟了，我要改变，这个叫修行。修行是你决心要改变，你不想改变，那这个修行跟你没有关系。所以各位今天八关斋戒，要看到每天大家看到现在开始，各位都在笑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握着对方的手 ，Hello， 这样，然后呢要对他好，你们当兵二兵操我的行吗？啊，我受了委屈，我老公昨天赌博输了，不回家了，我很伤心，不行的。所以我讲八关斋戒的意思，千万不要说我不造恶。菩萨的八关斋戒是我要造善，我要跟他讲好话，我要让他快乐，我要让他极乐世界。念下来，永远爱众生，永远不让他受苦，永远称赞他，永远疼惜他，好不好？也可以好啊，各位，你老公有小三没关系，我还是爱你，我还是尊敬你，因为你要给他留一个圆满的佛性，学佛最重要了。八关斋戒除了清净，他要我们恢复圆满的心，圆满的佛性。嗡菩提达摩多巴达雅米，没有一点缺憾，没有一点愧疚。所以各位千千万万不要给人家一个罪恶感、愧疚感，或认为对方对不起我，不能有。很多人说你是鬼，你不要靠过来，不会，你是鬼。但是我的心是佛，你进入我的心了，所以心佛众生，我终于昨天开悟，是在你内心里面完成的，让佛进入你的心。今天八关斋戒哦，念佛进入你的心，然后呢让所有受苦的众生进入你的心，不是在外面完成的，心佛众生在你的心里面完成的，让它合为一体。如果你非常的拜佛尊敬佛，在这个世界你恨一个人，你就没有佛在你心里面啊！你这个世界不能恨一个人，不能抱怨任何一个人，你只能爱每一个人。所以这一点你要准备好。如果各位，我今天要讲的是大乘的八关斋戒，心佛众生三无杂别都在你内心里面，最温暖的心去接受它，去让对方快乐。各位，我想为了对方，你要很激励大乘佛教的修行，持戒不是压抑，不是约束，持戒是以这个为基础去爱众生，去给众生快乐，去讲激励他的话，让他从地狱激励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一个念头而已。但是你不能排斥他，你是鬼，我不跟你讲话，你是魔，不行，让魔一起过来，魔，我告诉你快乐是什么。如果你有法喜菩提心的快乐，魔也成佛。念一下，南无无称大悲，诸缘不动，不动如来，那么波揭法地，阿出比亚梭哈。所以各位要把这个佛陀的，现在要讲六念法，要把佛陀的所有的法喜放在你心上，灌在对方的身上，灌进去，让他享受到你的法喜。就像你很爱你的先生，你中了爱国奖券头奖，你要把这个法喜慈心一直融入在对方的身上，一只猫一只狗超度是这样啊。就像你去欧洲旅游回来好漂亮啊，你要回来跟你儿子说，儿子啊好美哦，好美哦，下回换你去，妈妈帮你出钱啊。就像小朋友明天要吃好吃的，要去演足，晚上睡不着，而且精神很好，为什么？明天哦太好了。所以我想各位不要有灰色的思想，也不要跟人家讲灰色的事情，因为那个是虚幻的。永远激励对方，永远自己受苦，佛陀最伟大，你的苦完全给我，我的乐完全给你，他不让你受苦。阿弥陀佛也一样，念一次待业往生，众生最怕恶业，但是阿弥陀佛把你的恶业吸收，把最庄严的精髓莲花给你，就像观音菩萨把生命的精髓甘露给你，阿弥陀佛把生命的精髓莲花的世界给我们。但是
到你到他面前，你所有的业、所有的烦恼，他把你吸收掉。你不用讲，讲了就是要诉苦，诉苦那就是痛苦了。各位啊，把握这个，凡是你见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你的父母、子女，这个叫佛法，大乘佛教，视众生为父母，要从心里面，你不能就停在一个理论，所以要这样去对待他。所以我想，每一个爸爸妈妈要走了，他就是要看儿子一下，这是对的。每个阿嬷要走了，他要来看一下儿子孙子，他就甘愿了。我这样正跟各位讲，八关斋戒是身口意，除了消极的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起烦恼，现在积极的，你要如何让对方很法喜、很快乐，安慰对方啊，让对方离苦。所以阿弥陀佛叫我们一定要念这个咒，念一下阿弥陀佛大乐心咒，你要把阿弥陀佛的乐传递给人家。跟我念一下，唵阿弥陀佛阿依悉地哄舍，唵阿弥陀佛阿依悉地哄舍。记住哦，如果你忘了，你就舍舍舍就好了。唵嘛呢叭咪吽舍，这个悉字就是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那种快乐，就进入在众生的心，嘣，他就去了。因为那个乐就是阿弥陀佛的莲花，一到了莲花又香又美又清净，然后呢就一直在听阿弥陀佛说法，然后这个莲花可以载他们到十方佛净土去参访，然后这个莲花又载着他进入母胎，所以让他享受到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的快乐。就像一个爸爸，他赚了一辈子的钱，就是要把这个钱交给他独生的儿子，要让他快乐，他知道他儿子愿意接受他的财产，这个爸爸就超度了。所以我们要接受阿弥陀佛的心啊，然后呢让阿弥陀佛的心在你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，你就会我爱众生。所以有个小朋友问我说，师父你为什么要一直念阿弥陀佛，什么意思？我说你注意听哦，他就看我，我好爱你，我就抱他一下，以后换你念啊。所以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这四个字，清净的大爱，莲花的大爱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把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要跟我讲话，阿弥陀佛我在念佛，你不要吵我啊！你这个人你不懂佛法，你以后会往生一个没有阿弥陀佛的关五百年的不错的地方，但是那边没有佛法五百年，因为你见不到阿弥陀佛的心。所以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，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要发菩提心最重要。谁都会念佛，但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是大悲为根本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去爱所有众生，都让他们成佛。我这样说的意思，希望各位今天八关斋戒一日一夜保持这个心，好不好啊？然后把这个心用回你的家里社会，用一个礼拜没电了再回来充电。八关斋戒要你七天充电一次，充电你又充电了啊，然后你又继续爱，爱到没电再回来，然后要爱到念佛三昧，不断的给众生快乐，不断的给众生法喜。所以每个人都要恢复像小孩子一样的美啊、快乐啊、可爱啊，好不好？脸可以老哦，心不能老啊。我最喜欢看那个80岁牵着90岁的手的阿公阿嬷在海边散步，好美，这个一定是净土的，好美啊。但是最大的伟大是什么？牵着每一个众生的手，载着每一个众生，抱着每一个众生去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莲花是在他的怀抱里面的啊！阿弥陀佛的爱，他爱所有的众生，你再怎么不好没问题，待业往生，你杀死爸爸没问题，来我这边就没问题，他没有排斥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千万不要排斥，千万不要跟我说你爸爸对不起我，我妈妈对不起你，我太太对不起我，
你有这种想法，那你是制造痛苦的人，制造对立的人。所以我们永远都是甘心甘情愿的接受对方，这样还债又快，然后又可以让对方快乐。但是话又讲回来，你不快乐，你没有力量给别人快乐啊！你心里要像今天早上一样，我刚刚来啊，我吃了一个煎包，赞，喝家，喝了 一瓶米林啊，我最喜欢了，我一上来太好了，一分钟吃完啊，所以我今天精神好，我觉得佛法叫什么，吃得好，对不对？煎包加米浆，我不能喝豆浆了，我那天导灵就拉肚子，一看米浆，天哪，对不对？旁边还摆一个牛奶，弄、no、他想要叫我叫米加加牛奶啊，还是说师父让你选，对，所以那这个就是佛法。不然我想说今天传报官在这拍苗了，饿肚子了，要撑到中午了啊，所以但是马上就吃好，马上就下台睡两个钟头，精神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尽力吧。但是我是希望各位要把佛陀的心、佛陀的法喜、爱众生的方法，学佛就是培养爱众生的力量、爱众生的智慧。如果你没那个习惯，那没关系，现在培养，一天一天培养，培养一天，培养两天，就会培养啊！我想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培养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叫什么来？长养慈悲。对，没关系，生气了培养一下啊，吐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再进步就好了。因为没办法马上做好，无经是帮助你的心的了啊，深入经藏，进入你的心，让你的心圆满、快乐、柔软、接受啊，那这样就和平了。所以你身上生病，快乐接受，他就改变了，他不会跟你打仗了。你一直跟他排斥打仗，阿 Q 不甘愿，那你就太痛苦了啊！要爱就爱到底，不然呢就不要去爱。你要修解脱道可以，但是你要修菩萨道，这个人我不喜欢他，不喜欢照爱，这样就好了。你把他当佛陀，你把他当观音菩萨，你把他当妈妈，你把他当妈妈，你去爱他就好了。所以这样就可以改变。各位听清楚了没有？我一定要念出佛的慈悲，感受到佛陀的悲心从你生命里面表现出来啊！各位你要为众生念天哦，把天上的快乐布施给众生。所以你要知道天上的快乐，包子的好吃，米浆的好喝，豆浆的甜，你都要懂哦。花的香，人的美，你都要懂，因为布施给他们，记住。所以各位今天你吃一顿好吃好吃的饭，你坐到一个很舒服的椅子，你下来把所有的快乐也不断的制造快乐给地狱道，好不好？给恶鬼道，给非洲可怜没饭吃的啊，所以你吃的，你故意要吃好吃，不是为对方，不是为自己，为对方。我吃的最好吃的，我要把这个味道供养给地狱道，好不好啊？当你牵着你孙子的手的时候，把这个快乐布施给那些孤魂野鬼。你知道孤魂野鬼，我有一次想到心肝快裂掉，我有一点感受到他们的苦。天哪，几千万年孤孤独独的在想着他最爱的儿女，然后他的心就一直裂，然后就不能死。哇，各位你不要下去孤独地狱哦，你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他那种孤独，他那种痛苦。所以当你牵着你儿子的手，当你抱着你老公的时候，请你把爱给他们。佛教不是叫你不要爱，各位是在家居士，你们可以布施爱。我们出家人布施慈悲啊，下回我算了，我抱一只狗来讲好了啊。然后你要把这个小狗的可爱快乐布施给他，可以啊。所以而不是切断它，不是切断它，把它提升，把世俗的美成为净土的美，把世俗的爱成为一种净土的慈悲，你要布施给对方。所以
各位一定要找到那个点，那那个点都在你左右。很简单，把佛陀的心放在这边，用佛陀的心去爱别人，好不好？很简单，你喜欢拜地藏王菩萨，把地藏王菩萨的心放在你这边，然后每个人都是你的妈妈，去呵护他。啊，把阿弥陀佛的心放在你这边，每个人来宾至如归，欢迎到我家来。啊，我家有温泉呢，八功德水呢，别墅给你住呢，七宝琉璃呢，土地给你采呢，黄金铺地呢，音乐给你听呢，这么多鸟，啾啾啾啾，五根五力八菩提七菩提枝，啊，然后你就超度了，天天送你去其他佛的净土呢，啊，所以你要把这个你享受到，这个叫大乐心咒，这个叫念佛三昧，然后布施给他们，布施给无间地狱。所以好吃的好喝的啊，快乐的完全布施给他们。你说那个不是佛法了，佛法要断欲望，因为他们很苦，你就布施给甘露，甘露给他们喝，他们饥渴的要死，所以观音菩萨的甘露不会间断，一直在滴甘露，吃了即解脱。所以各位要原来大乘是利他，而不是约束自己，慈悲才是戒律，帮助众生才是戒律，让他快乐是戒律，你让他快乐就超度他嘛，对不对？给他面包，给他好听的话，给他漂亮，像我昨天度那几个女人，你看衣服一穿都升天了，可美了啊！哇，黄金珠宝衣服给他升天了，你不能给人家一件海青哦，我闯了一个极乐世界啊，你给他海青他变鬼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能把自己的方法，你要用对方的方法，用对方的方法。所以我想我现在变成反正24小时要管超度，要给人家爱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去每天帮助别人，睡觉越来越短了，但是这个短就是让你充分的去使用啊。所以各位今天主动来参加八关斋戒，快不快乐？你看你们还有上海来的，他跑过来的，人家坐飞机来的，对不对？追着跑的，我们要去受八关斋戒的，我们要去听佛法，那我要负责快乐，不然我要负责什么？所以你要有那个法喜，就像我来见各位，我必须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相见欢啊，为什么要去净土了？我们又不是要去哪里啊，不是孤木搞灰的，我要去做阿罗汉。阿罗汉是啊，我卡扎西，我卡早一点死啊，这样啊，我不要活了，活得太痛苦了。那我们做菩萨是活得快不快乐？因为帮助众生才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。但是我要求各位回去让你先生很快乐，好不好啊？回去让你太太很快乐，回去让你家人很快乐，回去让你的公司很快乐，因为你是佛教徒。不要讲他的缺点，不要念他的缺点，你存在的目的让你的先生快乐，让你的太太觉得你很爱他，他就会拜佛，了解吗？他就会学佛。你千万不要排斥他，我吃肉，我吃素，他吃肉，我讨厌他，那你会很可怜。那你跟我说，那师父离婚了怎么办？那你不会去爱隔壁的独居老人啊？我抱几个给你好了，还是流浪狗啊？反正这个世界要爱的东西太多，你可以去爱。哦，师父晚上没有到场共修，我刚刚跟你讲了，我发现了殡仪馆，人家24小时通宵了，哪里没得念？还需要我们去那么恨哪到哪里啊？所以各位，没有理由不修行，没有理由不快乐，只是你懒得快乐。所以保持精进，你不布施不快乐，布施才会让你成佛啊。从今天开始发愿，没有一个众生因为我而受苦，好不好？尤其嘴巴，尤其嘴巴，千万不要用你的嘴巴或眼睛去瞪人家，去讲人家，好不好啊？你不要说义正辞严，我又没杀生，我又吃素，这样，哇，你的脸像鬼啊！你以为我不杀生吃素，你就有在修行啊？因为你没有爱，因为不忍对方受苦。像我的儿子啊，他一感冒啊，我就
我就没办法睡觉了，我的心脏就跳出来了。所以我后来我跪着跟我儿子感谢，我说儿子啊，你是我生命的老师啊。再来就是我妈妈，我妈妈只要一点痛啊，我就要裂掉。我从小就是这样，我妈妈心情不好，我妈妈胃痛，我妈妈吃不下饭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不是执着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一往生我就快乐得不得了，她没痛苦了，她没痛苦了，她完全没痛苦了。因为我妈妈活着就是为了生我下来，生一个和尚下来，我不愿意她受苦，所以我努力的让她没有一点点苦，对啊，所以我才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叫悲心哦，这么爱她，儿子给我慈心，妈妈给我悲心哦，啊，所以那各位你要有对象，哦，爸爸给我尊敬啊，我爸爸我太尊敬他，他是一个最优秀的人，最严格的人，没有人比他头脑还好，没有人比他眼睛像老鹰一样的准确，这样他这样才可以教育儿子，不松散，专注，啊，专业，我从小就是专业，所以因为要训练自己，才能够去服务别人，所以各位要念这个。念法，所谓法，释迦牟尼佛帮助众生的所有的法，你要会用。地藏菩萨怎么帮的？尊胜佛母怎么帮众生的？祖师大德怎么帮众生的？你要会用，啊，去学习这个方法。所以各位要记住，全断淫欲。当然，我还是要讲啊。有一位菩萨问我说，她老公对她很热情，她都不能守八关斋戒。我说，这是你修行的助缘，他不是你不是不能守。当你跟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抱着你的时候，他抱了佛陀了啦。你要观想，他抱到了什么最美的佛母了？你让他感受到这个，你要去观想，因为你是在家人，你可以这样子做。你一排斥，你也痛苦，你老公更痛苦。那你干嘛要结婚？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今天我是八关斋戒，这样你怎么跟你老公说今天我是八关斋戒啊？你只能说今天好，我让你变菩萨，让你今天就超度了，你就对他好，对他温柔。这个是菩萨，菩萨不能硬邦邦的，叫法执。菩萨是让对方这个快乐，这个动机是让对方能够离苦。你好好陪你老公去散步，去吃素，他喜欢看电影，你就陪他看电影，他就会跟你一样守五戒吃素。啊，你不要说你去你的，我要去拜佛，对不起，梁皇宝忏，七天不见你，呵呵，老公气息。啊，你要说我陪你去，啊，你要让对方快乐。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哦，你老公要抱怨你哦，那你就挨打。像我老实说，我要出家，这前两年我让我太太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女人，最美的女人，我每天就是对她很好，因为我要出家了，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对她好了。所以当然这也有个好处啊，让她永远忘不了我啊，让她下辈子再来找我，然后我再度她啊，但是我不留给她一个不好的印象。所以就不是说我要出家就把它切掉，不是。所以我只能说我的心永远跟你在一起，我没有离开你啊。但是我能够修行也是因为你，我要供养你，因为我爱他，我也知道我尽量用这种方法，我爱他，他才会爱我的爸爸妈妈，他才会爱儿子，他才会快乐。只是我做的不太成功而已了，只是我有这个心态，我做的不太好啊。所以但是各位，方法我会，所以当然要透过修行，透过修行。所以我现在也我经常都回向给他。后来我在想说，我天天回向我妈妈，我居然没有天天回向我过去太太，我搞错了啊！我要每个都回向，每个认识的都回向。所以各位，从现在开始每天晚上你就感觉到，嘿，有一股力量，海涛法师在跟你回向，因为我见过你，我要嗡啊吽，我现在已经学会了，
每次到机场，很多人在飞机上轰啊轰啊轰啊轰，供养，供养所有的功德，让对方啊连睡觉都。